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扑奇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1274集的节目。今天的话呢，抽一点时间来给大家聊聊这一款呢，也算是这阵子以来呢比较热门的商品，也是我被催更比较多的一款。那我前几天发了一个短小小的剪辑的短片，就是因为这几天我这个礼拜的话呢，公司方面会有非常多的事情，那我真的是会比较忙碌，心思来讲的话呢，就会稍微分神一点点。那今天的话就用一点时间来给大家聊聊这一款大火鸟玩具推出的这个他们第一号作品叫做奶昔。其实这一款的话呢，网上呢应该已经有蛮多的一个分享，还有一些开箱的影片了啊。我想的话呢，这个 OK， 可能有些还是想知道我是怎么看，那我就聊一下。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封面，这个几乎可以说是并没有达到真人比例啊，非常可惜啊。这个盒会如果在做盒子再做大一点的话，就有一个真人大小的比例了。那它是一个人脸造型，非常性感的一个嘴唇。其实这个我记得这个大火鸟文化这个奶昔在推出的时候呢，它其实还有一张插图，画的是人物的这个臀部，就是一个胯下啊，就是所谓的生产线吧，或者叫流水线那个位置，那非常非常的谜样，很邪恶的一个构图了啊。那这个的话呢，它这里有一个发光的一个效果，其实它这个光是从这个地方扩散出来，你可以看到这个光纹。那这个地方具体来讲，这个地方到底散发出什么样的光辉，其实我真的不是那么样的清楚。那包装盒其实呢，它的一个这是我可能是我看过最最最最最彻底中文化的第三方的包装盒啊。相较于像 MT 啊那种把自己包装成好像日本的那种的玩具公司一样啊，或者是其他几家像 FT 就非常的一个古朴的一个风格，还有一些像 MMC 啦，就比较简约啊什么的。这一个大火鸟文化推出这个奶昔呢，真的很山寨。我不知道它的包装和背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山寨，很适合呢放在台湾这种就是一些书店啊，就是有时会卖一些没有版权那种的玩具的啊、哦，它这个就非常有那种感觉，很山寨哦。具体上怎么说呢？就是这个排版哦，其实给我的感觉并不高级啊，真的并不高级。但说明的内容倒是挺到位的哦，就是虽然排版并不优啊，但是它确实达到了很完美的一个说明啊，渐冻武装加工艺推进器，然后呢啊。OK， 它没有等于哦，它是促使完全变形哈、啊，行吧。然后呢，这个下面有一个什么图片仅供参考啊，然后呢，产品名称我还是第一次看到，真的是直接把奶昔，就是直接把它的一个就是名字呢，直接汉字就写在上面奶昔 ，OK 模型啦啦啦啦，然后重点是最后一个啊，仅供成人收藏。这个写到重点了，最后一句话呢，就是告诉你。这个呢是属于一个成人的玩具，对，它真的是非常不适合小朋友去把玩了、啊。我个人是强烈的呢不推荐14岁以下的小朋友去玩啊，因为它身上有一些尖锐物啊，我是怕刺伤小朋友啊，不是其他的。那它有一张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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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的人物卡，那是一个纸质的啊，但是做得非常的厚。这个插图的话呢，可以说极尽这个二次元老婆的那种感觉。那最显眼，我不知道各位你是看到哪里的，我就很坦白告诉你，我第一眼就看到那很圆很大的眼睛，对不对？你看水蓝色的，真的是水汪汪，非常非常的漂亮。再来我才会去注意到那个也是很大很圆的车轮，就直接摆在后面。大家都知道我喜欢车轮在肩上的机器人，这个是毫无疑问的。那没有什么东西好看的时候呢，我才会看到它的一个胸部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胸部呢要画到这么样的有一个所谓的就是咬肉感啊，对，就是把那个肉呢给勒进去的感觉啊。你不是机械生命体吗？为什么会有软的部件呢啊？虽然说它真的是有一个附一个可以替换那个软胶的胸部，那这个其实并不是我把玩的重点啊。再来我要讲一下它的说明书，不是我要讲啊，其实它的可能很多人很喜欢，但是也有人不喜欢，但是我就对它有喜欢的部分，我也有不喜欢的部分，因为。大家催更的话，那我就多聊一点。它的产品说明的话呢，其实一样的老问题，它的排版真的非常的差。很简单的东西呢，可以在它的排版之下呢，变得很复杂啊！真的，如果不是说因为这一款玩具本身的变形呢，是
是比较简单的、哦、而且是我们都比较熟悉的 IDW 的那个模具下去做一个修改的话呢，我说真的啊，这个光看这个说明书啊，你要我去理解的话呢，它真的是有很高的难度啊。我们这一期的话呢，会从它的一个载具呢来做一个开始啊，因为我知道大家都会比较专注在它的人形上面了啊，所以我们就把车型的部分呢摆在前面啊。首先的话呢，我非常讶异于它的一个滚动性，如果完全变形到位的时候，它的滚动性呢居然这么样的好，而且呢它是一个软胶的一个，不对，是一个橡胶的一个轮胎，轮胎上面呢也都有上这个粉红色的金属色，非常的好看。这是它的一个底部。那我要提一下它的说明书里面提到变形的时候呢，它的一个手掌呢，这个手掌是替换手掌啊，说明书里都是用这个握拳的，但是我发现握拳的话呢基本上呢塞不太进去，如果以这种正常这种手掌这个是标准的这个伸直的这个去放的话呢，我觉得是可以达到最好的一个收纳效果，它完全不会干涉轮胎的一个滚动，而且有一个双手托住胸部的感觉。好了，我知道你们喜欢，你们等这么久就想听这个，对不对？那我就多讲一点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在车子底盘呢翻过来之后呢，就是车子底盘，然后翻过来之后，哎，还有一点点那种，对，会让你小兴奋的那种感觉，是吧？那再来的话呢，它的高跟鞋在这个地方凸出来，你要把它推进去的话呢，基本上呢是做不到啊，因为造型的关系。那我没想到说呢，这个高跟鞋凸出来之后呢，放在车子的侧边，其实很好看。我真的觉得凸出来这个部分其实是加分的，整个车型的，一个流线的感觉非常的赞。那它的话呢，是来自于这个，包括整个变形在内哦，都是从这个官方在2014年吧，应该是14年的时候推出了这个 IDW 的这个模具。那我手上这一款的话呢，是我看这是哦，这个是这个哦之后才推出了射天五人包里头拿出来的这个 RC。那我故意挑这个，因为它的配色的话呢是跟它是相对会比较接近，它是有一个比较一个所谓的当时所谓的金属粉红色的感觉啊。那它还有其他的几个数个版本，那我今天挑的是这一个，跟它做一个简单的小对比。我们可以看到以车形态来讲的话，原本的官方的这个车头这个地方是凸出来的，但是呢大火鸟文化的这个奶昔呢是做一个凹进去的，而且的话它两侧这个地方呢还做出一个尖刺，那有一个更加有侵略性的一个感觉。当然呢它这个部分的这里然后这个地方其实它是弓的一个造型两侧，然后它的前方这个挡风玻璃的话呢包括了这个车头灯，这个水蓝色其实做得很漂亮，后面也有一个车尾灯的一个造型，都是透明部件，非常的好。那它上面这个部分的话呢，你要稍微把它导正一下，那以及它这个地方啊感觉是稍微的比较危险一点，不至于说非常脆弱，但是你如果这样摔到地上的话呢，断掉的几率呢大概是非常的高的。椅子的话呢也有做出来，非常的明显。前方的话呢，诶，连这个仪表板跟方向盘都有做出来。其实车子的话呢虽然致敬到非常非常的多啊，致敬的非常的到位啊，但是它的体型非常的大，滚动性呢做的也不错，其他的车型呢远比我想象中呢要来的好上很多很多很多。那它的一把枪的话呢是可以藏在这个盾这个部件的内部，是藏了一把枪的。那车形态下的话呢，原则上哦，在我来看它几乎没有什么，说真的它的车型啊真的是没有什么毛病，几乎没有，几乎是没有的。那这个地方啊，这里有条缝，这个缝实在是太诡异了，放在后面。那当然现在你没有变成人形，你可能不觉得它有哪里邪恶了啊。那整体来说的话呢，它的车型的话呢，我个人是给予算是超高的分数，真的是很高很高的一个分数啊，特别是这个滚动起来啊，既安静又流畅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赞。那我们的话呢就来示范一下这个简单非常非常非常简单的变形过程。原则上它的变形呢只有手部跟脚部在这一带的一个结合而已，其他都是打散打开啊，基本上呢也就 OK 了啊。那我们的话呢第一个步骤的话呢会从后面这个地方给打开，两侧这里给打开，然后这个部件呢跟前方这里的话呢是有一个组合的部件的，我们的话呢就稍微扭一下就可以把它给打开了啊。然后你可以看到它的武器啊，这把手枪呢是藏在里头的，这个的话呢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加分的一个点。然后呢把这个部件拿开之后呢，我就会想起 TW 之前也推出过一款 RC 变形呢也跟这个非常的接近，
可以说这种两腿劈开之后的这个造型啊，就是这个当初这个 Hasbro 的这个变形的一个模式来讲，真的是奠定了这款 RC 的一个各个形态的，应该说各路也不能各路，就之后很多 RC 的变形都会参考到这一款，因为它原则上它极尽所能的减少人形态的一个部件被分割啊，尽量用一个车包人的一个状态来完成它的一个变形。好了，这个把这个部件拔掉之后的话，我们把这两个部件呢，其实就可以松开啊。这个时候也就是稍微拔开也给你看一下，你可以做一个其他的一个造型啊。如果你喜欢的话，那我们接着呢继续的话呢，把这个脚的话呢从这个地方轻松的给掰一下，然后的话呢腿跟手部在这个地方是有个结合卡扣的。我们可以从侧边推开啊，你看到吗？这边侧边推开就可以了，侧边推开一下，我们就可以把脚的话呢给往下放下来，然后呢这个地方的话呢给整个的给翻下来，记得把这个开口处呢转到朝下。那有网友给我建议说，这个平转关节啊，说尽量不要转，很容易松。我觉得他说的是对的，好像是松的会很快啊，松的会很快啊，把这个大腿。这样子平移的这会导致松得很快呢，我觉得这话确实是过来人说的啊。这个的话脚的话呢给它做一个简单的一个翻转，那么呢这个脚的话呢按照它的一个变法来讲的话，因为变成车的时候是要张开，那是否变成人的时候呢就是要把它往内折，这个是看个人的偏好啦，你喜欢哪种形态的高跟鞋，我觉得就看个人的喜欢，但是确实应该是高跟鞋应该是要这样，但是高跟鞋的这个后跟推的时候非常的紧，而且它这一带啊稍微有点细小，虽然不至于说到极细，但是确实你按的时候手是有点痛的，以及它的脚这个地方这个液压感，这是金属部件，那两侧的话呢就是松紧度的话呢就不太一样，应该说这个本身呢、啊、金属跟这个塑胶呢你要把它一起弄的时候呢就是会有一点点的一个小问题的啊。然后我们接下来的话呢把这个上半身的话呢这个地方给松开，这个地方给松开，然后整个这个车子的前方我们把它给打开来，这个地方打开往后面放下来，前面的部分呢这个地方就往后面折，先把它给打开，然后呢这个地方我调整一下机位好了啊，这个地方调整上来好像还不够高对不对， OK， 瞬间呢身高长高了啊，好到这里你好像还不太够啊，无所谓了。这个地方的话呢，把这个手部从这个地方分开，这里，这个地方由下往上，因为我扣得很紧啊，把它给扣进去了。OK， 哦，推出来，这个手掌的话掉下来了。手掌这里有个缺点，待会在人形的时候再跟各位说一下。它手掌是一个替换手。本身手的话手拳头是自带是一个软胶件属性啊，这个地方要把它给慢慢转出来，因为我扣得非常的紧，因为当时的话呢想要让它的一个轮胎滚动性好一点，所以我压得非常非常的紧，然后呢后面的这个部分的话我记得是这个地方打开，这里有一个卡扣把它给打开啊，变形就基本上也就非常简单了，非常简单，手给转出来，然后两侧的一个胳膊的话呢就往两侧翻出去，翻出去之后的话呢就是做一个调整了啊，再来的话呢把这整块的部件呢往下放下来，然后呢从这个地方给扣进去，那从这地方扣进去之前呢顺便讲一下这个部分，就这块部件啊，这个部件是可以替换的，那我的话呢是因为你们爱看所以我就把它换成软胶部件，其实我平常不是那么喜欢软胶部件的啊，这样子 OK， 因为它的合会是一个有咬肉感爆乳的感觉，所以我就勉为其难的把它换上这个软胶部件，其实我真的不是那么喜欢软胶部件的，其实并没有啊。你看我玩变形金刚那么多年，你什么时候听我说我喜欢软胶件的，没有嘛，对不对？好，这个地方呢再把它给扣进去啊，各位知道胸部的替换方法就可以了啊，这只是提一下而已，相信你们玩这个玩具的话呢这绝对是重点对不对，但是对我来讲不是重点，好没有问题，把它往上整个推上去，那我的话呢是已经把它的这个脸的话呢换上了它的一个里面的替换头雕，那这个头的替换也很简单，直接往上面，对不对？这里压住，它这个头的替换是比较简单，直接往上面拔就可以了，直接头拆下来，直接做个替换就可以。好，我们先把它变形完成好。背包的部分呢，稍微简单调整一下啊，这个没有一定固定的方法，那我们来
提一下呢，这个当时的话他们公布的时候呢，它是致敬到 G1 里头的 RC， 但是后来因为各种原因啊，他们呢把接近于 RC 这个像是这个 Star Wars 里头这个莉亚公主的这个头雕呢给直接就 cancel 掉，就没有附带了类似这个头的啊，那就换了一个类似于是一个 OK 几乎可以说是一个原创造型的一个脑袋瓜子了啊。那这个的话呢也导致于说这个人物的就非常非常的不像 RC， 但是我觉得也没有关系啊，你就干脆就是你就是反正你入这一款的话，我想也多半不是因为它像不像 RC 啊，因为它确实在人物的美型度上呢，它已经达到了一个即使不是变形金刚迷的话也会想要入了啊，甚至就是非变形金刚迷也能够喜欢的一个玩具，我个人觉得这一点的话是一个挺好的。但是它本身呢、啊、这一款的做工来说呢就非常的第三方，而且是比较可能落后现在一线的第三方的做工来讲，大概落后可能有将近五年左右吧，我估计是这么样啊。我记第一个是它的一个身上这块部件啊，这个但是这个问题不大，其实可以解决，就是这个地方后面这个部件它是可以转一下，但是你看这个声音非常的大声，好、哦，非常的吵，非常非常的吵。它的话是可以拿下来变成是一个弓箭的一个位置，但今天的话我就不特别把它弄成弓箭了，这个的话就各位你知道就行了啊。这个有一个弓箭的一个形态，那它的话呢再配合一个小配件的话才可以拿在手上。那本身呢把身上的累赘物呢弄下来呢变成是武器，我个人没有那么样反对啊，还是可以接受。那他身上这些小配件呢、啊、我们就暂时简单的讲一下好了啊。首先的话呢这几个替换手啊，所有的替换手呢都是一个偏转教的部件啊。那这个替换手呢我来看的话，它的毛病就是呢它360度的转动当然没有问题，但是它不能够做出这个动作，它不能够就是不能够做出钢铁人的那个动作啊。这个动作做不出来的话呢会导致于说呢这个人物呢你在摆拍的时候呢会没有办法做出趴的，就是没有办法做出一些趴的动作啊。因为这款很多人会把它拿来当就是一些机娘啊，或者是一个美少女的人偶来拍。那基本上我们在拍人像的时候啊，以我自己来讲的话，以我来拍妹子的话，我们基本上是有五个基本动作的一个构图的，就站坐卧躺趴。那这个就变成说趴这个动作它会不好做。那如果以这个标准来看的话，其实它的可动呢站跟坐没有问题啊，特别是坐的话呢我必须要说一下，其实这一款产品哦真正的卖点哦绝对不是它的胸部啦、哦、真的卖点是它的一个腿，它这个腿真的做的是好看，我这个看的是这个腿。你实际上在玩这个人物的这个可动的时候呢，摆动作的时候呢，你不管要清纯还是要风骚，还是要干嘛，还是要怎么的，绝对都是在玩腿啊。这个胸部基本上是没有办法去做一个发挥的。我举个例子，他连自己的胸部都摸不到，谁告诉我你可以操纵这个家伙用他的手摸到自己胸部的？你告诉我，至少我是摸不到。这个长度来讲的话呢，手臂胳膊的长度，可动的长度来讲的话呢，非常可惜，他永远摸不到自己的胸部，所以没有胸部可以玩。只能玩腿，对不对？这个就我根据我这么努力之后，我发现他的手真的摸不到自己的胸部，这到底是什么样鬼一样的设定？好，那这个盾牌的话，我就顺便拿下来哈，因为这个兵器啊什么的，这个大家就网络上看就可以了，这个都不是重点。然后你可以看到，我这个时候呢，我在拔这个武器 ，OK， 你会发现呢，还有这个奇奇怪怪的声音，这个家伙身上的漆面，他关节的一个松紧度、插孔的松紧度来讲，都是有一点点小问题的，不是过紧呢就是很容易偏松啊。像这个金属部件的这个外摆转轴这个部分，它真的是已经开始是偏松了。那我还是提一句话啊，塑胶跟金属的部件你要混在一起本来就有相当大的风险，好，相当大的风险。那我的话呢就随便聊吧，这个头雕啊，其实我个人没有很喜欢这个头雕，这个头雕有点像就台湾有一个网红叫星光奈奈，我觉得就有点像他的一个头，但是我个人没有那么喜欢，我就直接把它整个头给换掉。说明书好像是说要换面具，但是它好像直接整个头个付给我们，对不对？
所以呢我们就直接换头就好了啊，这个稍微有一点五口的感觉，可能这个还有一点凶悍的感觉，我觉得可能这个可能会感觉稍微好一点点。那它的一个关节啊，刚刚有提过了，像这一代也是偏紧的，那整个可动该能动的也都有啊，但是就是这个手掌没有办法趴，我觉得是比较可惜。那刚提过这个坐的时候，真的这个腿啊是最好玩的，它这个腿的话就是你怎么摆的话呢，就是全部都是在摆这个腿，我就稍微摆几个动作给各位看一下。如果你们真的觉得说这个人物的话就是摆的话就是对不对，各位就记住我刚刚说过了啊，以后给妹子拍照的时候呢，就是五个原则，站坐卧躺趴啊，这个坐姿是没有问题，那这个躺也有问题啊，这个躺就没办法躺啊，对不对，卧的话什么卧就是侧卧啊，这个勉强还可以，但是这个后面背包稍微有点多啊，基本上都是玩坐姿啊。这一款人物的话腿稍微掰一下就会各种对不对，各种妩媚的一个线条都会出来。那后面这个地方轮胎这个可以动很好，然后后面这个地方对不对，会不会这一段播不出来，然后就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地方你看非常邪恶的做了一条线的这个地方，那简直是简直了。好，那严格来说好了，其他这些东西我也稍微讲一下，就是配件这个我就不拿出来了啦，我觉得这个也不用讲的太多了。严格来说就是这一款的做工吧，哦，以第三方的水准来讲的话算是初段班啊，称不上是非常的好，而且各种松紧度呢并不是非常的到位。那如果你真的是希望它是可以有一个取代一个 RC 的一个地位的话呢，这一款呢既不像 G1 也不像 IDW 连头雕都不像啊，各方面来说的话呢其实都不至于说它都没有办法去说啊这个是 RC 或者是说有一个跟它相对应的造型的这个男角去跟它做一个搭配，基本上都是没有的，你完全是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原创的一个女性的一个机器人了，啊，觉得可能这样来看它也不能讲说它做的不错，其实它的做工真的是很普通，非常非常的普通，很一般，而且有一些细小尖锐的部件。但是呢它的最大的优势又冒出来了，它的价格我们这边我入手的时候是台币是2300多块钱左右，以这个价位跟这个品质这个如花似玉的造型还有非常漂亮的车型来讲的话呢，这个价格我觉得也不算太差，绝对是有及格的，但是就是各方面来说就是让人 OK 吧，就长得漂亮的妹子啊，但是活就不怎么样，实际上相处之后呢觉得说好像就这样子吧啊。那今天就跟各位进行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